来，我们站在一排。好，来跟着我，女皮还是跟着我走。一排。来，我跟你们说，今天不是我来教你们，哥哥姐姐们，今天是我的队友来教我们击剑。哦，队友们快点出来！这是我以前练，我以前运动员的时候，我的师兄，然后跟我的弟弟。对，今天由哥哥们带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说教练，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小朋友，那这就是击剑的三种剑，最右面的那个是花剑，花剑是怎么刺的呢？是这样刺的，对，花剑呢是头盔，头这个部分是不得空的，然后呢，这是佩剑，佩剑就是我这里，上半身，佩剑是怎么打呢？劈下去的，劈下去的，劈下去的，上面也是劈下去的。重剑，重剑是全身都得分，包括我的脚，这个也得分。我的手，这个也得分，我这哪里都得分，头也得分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最右边是什么剑？花剑。花剑。花剑。中间是什么剑？佩剑。佩剑。左边是什么剑？重剑。你们。重剑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哥哥是练什么剑的？佩剑。佩剑。哇，你是不是读台本了？那我们先示范一下好不好？好。佩剑是怎么打的？来 ，Come on, Nelson。在击剑里面呢，我们通常都会用法语。准备开始，法语怎么说呢，哥？准备的时候是叫 Onge。嗯。然后 Play， 哎，然后就开始打了。Play。对、，Play 就是准备、开始。来，你们叫一下。Onge。Play。Ali。到头啊，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得分动作，就是上前一步打对手，打中了，然后就亮灯了，然后他就会得分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动作是叫什么？防剑，防剑。哦哦哦！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呀，你猜的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时候你要来一下了，庆祝街舞动作。啊，其实呢，啊，这个动作叫做什么？防守玩击他，对不对？这个叫防守动作，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防守玩击，也是一个动作。哇哇哇！这就是叫进攻反攻。